你就会吃草莓，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自己不会拿哦。你看，黏黏的草莓，草莓，爸爸也有。那味道好吃吗？妈，还要不要？去哪里？退后，现以后，现以后，对，乖，几岁最乖了？大家好，我是琪琪。你怎么样？这可不好吃。没有啊？有？好吃吗？对，好。哦，对。甜甜圈店已经关门了耶！我去不到甜甜圈了。小福，不要难过，我们来帮你吧。真的吗？哎。要不要吃？跟我来。你要吃啊？这是冰到这样子吗？不知道啦，随便啦。你说不要，你要念乳，拿一个给他做，快点。谢谢。阿伟伟嘞，来，给我。好吃啊。哦，是甜的。其实不用加奶油。哦，这个真的没有，我们上次买那个很酸。因为不够了。你讲这样。啊，这样，四百五，偌济？一盒450，也太贵了吧！他害我不敢吃，一颗20哎，他害我不敢吃另外一颗，哪里来的？大半尾啊，应该是日本来吧？应该是日本吧？他害我不敢吃第二颗，多贵？这里大概只有20颗吧？我可以买一盒一篮的嘞，那他真的很一篮还有卖拉面。好吃啊！拿好，大颗的。我摘。做大颗，哎，太贵啊！我知道是。我们以前买那个做大顆。啊。你莫个借，阿妈借了啊。阿妈讲你莫个借啊。这不好借，不好借，阿妈借了啊。几只？几只颗的？来，擦手。我妈擦手。妈妈，过来擦手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擦手。还不好吃？还不好吃？哎，过来，等一下，你拿给妈妈这一口。等一下，你可以再拿来吃，好不好？你再拿一颗过来给妈妈喂。你不要拿了，和你手。你要自己拿，哎，你要这个大个的，不要啦。大概20颗吧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对啊，20颗。自己拿，拿，慢慢吃，或者冷量。差不多。你讲几两？我们冷量，哎，几两？冷量四两。六两。你先吃草莓，快点。八两。好吃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18。问同事问我说要不要草莓，我就说哦好，然后他就问你要几盒，我说要2盒吧，就他那天跟我讲说哎来了，我说多少钱？900。
汁。一般的草莓不会那么贵。对啊，好吃哦。去年其实我就有跟他订，可是我忘了那时候是多少钱了。你该去约了，点了。去了就抬掉啊，上直接上船啊。我回家我得空班。好吃吗？我现在有300个人订阅。